中等天官不将我拉扬拉扬咋罗？刚哥罗主正念正正念达那么达拉萨，今年冬耕今年子今年节大哥拉老王子，刚到这边做了马路门道等我来接子，罗做个拉个就大姐呀拉主姐呀大总，就得了接着你忙着罗哩接着找中子。마루 문제 등으로 니가 전에 좀 자라잖아 돈에 다장 잡진 달서 연단이 좀 제대로 전이 제대로 나로 문제는 자고라 알란다다 오마라 바자나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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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라 바자 마라 바자나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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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라 마라 바자나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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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라 바 마라 바자나도 쯔르드 지진제로 오제르지 달로드마만 바라서 과당 담조 존로 노바이 로두 로비 노와 제드 소르 냐제 젠보 조르나 니메자 존네 몰로 젠보 응압자 바그라 당암 잔두 셔머도 둠바드지 잘라 잠자로 哦，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个听课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心？这个应该有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利益，比如说健康啊、长寿啊等等也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解脱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解脱。那么我们的这个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从这个轮回苦海当中解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下定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今天大家来听这个课那我们的发心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就叫做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要高度重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因为我们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修任何法修任何法都不能都不能成佛，都没有用，只能也许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过得稍微好一点或者是再好再好，那也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只能达到这一点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希望大家努力。好，这个就是菩提心，我们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那么我们今天的课是慧灯禅修班的这个思加心的课之一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思加心当中的这个人生难得，然后就是寿命无常还有轮回的痛苦这三个修法在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第四个，也就是这个思加心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修法。这个最后一个修法就是因果不虚最后一个修法是因果不虚。那么这个四个这四个假行也就是四个前行那这个也就是四个不同的修法。通过这个四个不同的修法让我们有一种从这个轮回当中一定要解脱的决心为了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心就
修私家心，没有修私家心的时候，没有修私家心的时候啊，我们的学佛啊、烧香拜佛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学佛啊，基本上都是为了我们的现实的利益啊，实际上啊，就是一种功利性啊，就是现实的利益啊，为了健康，为了发财，为了工作顺利等等。然后啊，再远一点，那就是为了来世啊，为了来世，也就是为了过得好一点啊，就是在人或者是天人当中能够享受人天的福报，就为了达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去烧香啊、拜佛呀、磕头啊，还有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法会啊、活工会工等等，都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跟这个轮回没有离开这个轮回，我们的心还是就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不仅仅是人在轮回当中，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也就在轮回当中。我们这个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我要成佛，我要成为阿罗汉等等没有想过。我们只是想这一生过得好一点希望这一生过得好一点。然后呢，眼光再远一点的话，那就是下一世也就过得好一点，就这样子没有其他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尤其是轮回的痛苦还有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因果不续通过这个四个不同的这个修法，然后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开始从轮回当中开始走出走出去走出轮回走出轮回。首先我们的心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来首先是我们的心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来。然后我们的心走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人可以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来所谓的人从轮回当中走出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出家我们要怎么样实际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不在这个轮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这个轮回分手了，与轮回分手，也就是脱离了这个轮回以后呢，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也就是跟着我们的心走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人最后也就是可以脱离轮回脱离轮回这个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人他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他想移民那这样子的话，首先是他的心想移民然后呢，他的心想移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他的心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的目标已经不在这里那么自从他有了这样子的心以后呢，那么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会奋斗会努力这样子以后呢，总有一天这个人他会离开这个地方他会去他要去的地方那轮回当中的解脱也是一样。首先是我们的心要离开，如果我们的心不离开，我们觉得这个轮回还是很不错的，不想离开，还是希望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过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脱离轮回，所以人永远也不会脱离轮回人永远也不会为了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做什么事情。
就像一个人，他根本就不想移民他根本没有这种打算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他的心就是不愿意离开这里，所以他也就不会为了这个离开这里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不做这方面的努力，所以他人永远也不会离开同样的道理，首先我们的心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来，那么。心就要从轮回当中走出来，那为什么要走出来需要一个理由。如果没有理由，我们的心也不想走出来它也不会走出来的。需要一个理由，那么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主要是这个这个修法里面的这个轮回的痛苦，还有就是因果不续，就这两个原因就这两个原因。因为这个轮回当中我们之前也讲过，佛或者佛教，它没有否定轮回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着一些幸福和快乐，它永远也没有否定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所感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确实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的短暂。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快乐都是相对的幸福和快乐，这里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快乐然后呢，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幸福和快乐因为它是相对的，它是相对的，所以它的这个变化很无常，变化无常也就很短的时间当中都会变化，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我们可以追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追求的这样子的东西，没有一个永恒的、永久的。幸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轮回，我们还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能够脱离摆脱这样子的话就更好超越轮回，超越轮回的话就是可以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那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尤其是这个后面的两个修法前面的也是一样人生这么短暂然后有这个来之不易这么的这个难得这么难得的人生非常非常不得到是非常不容易，但是逝去是非常容易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我们要超越要超越这个轮回，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一定要超越解脱最后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四个潜心这四个潜心就像波音747飞机的四个发动机一样，它的每一个发动机就有8万公里的这个推动力如果这个四个发动机都不工作的话，如果在地面上的话，那就是飞不起来的飞不起来的。如果就在空中的话那就一定会掉下来的同样的，这个四个发动机，这个我们的四个假心，等于是这个四个发动机如果这个四个都没有修好的话，那我们根本从这个轮回当中就是起不来就是离不开，根本就没办法起飞就是永远都在这个地面上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起飞如果我们之前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出离心起飞了起飞了以后呢起飞了以后呢，飞机离开地面25米以内就叫做起飞起飞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四个加薪由不能坚持没有修好就颓势的话，那么这个四个发动机就在空中
这个不工作一样，那这个时候它会掉下来的。如果10个都不工作的话，那就会掉下来。同样的，我们这个10个加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这4个加薪没有修好的话，就是修什么大圆满、大寿宴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任何的用啊，没有任何用。灌了再多再多的顶啊，参加了再多的官丁合宫会宫啊，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地方用什么活功、慧功来代替我们这个佛教的慈悲和修心这个是永远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这是错误的。我们如果想参加活功但是我们一般一般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根本就不是活功，我们不会做活功。如果会做的话，标准的活功我们可以做会功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做的会功根本就不是会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活功会功，什么叫做活功会功，它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去做，这些意义我们都不明白。如果明白，如果我们会做的话，当然可以做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不能代替四加行、五加行不能代替这个文思修行。佛教学佛的核心，核心就是文思修如果没有了文思修，那么其他的这些表面的这些非常隆重的这些法会，再多再多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大家不要迷信这些新式化的东西，尤其是商业化的东西。这都是这些都已经本来就已经离开了佛教的这个核心的思想佛教它不是商业化，它不是新式化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都是新式化尤其是这个商业化所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修四加行好好修四加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四加行没有修好那就是修任何法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我们从这个地面上没办法起飞。没办法起飞，根本就离不开这个地面跑得再远再远，也就在这个跑道上离不开。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个思前行。思前行虽然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修心的基础所有修心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是有些时候呢，它比更高深的这个更高端的修法更重要，更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没有四加行的话没有这个四加行的修法的话，我们根本就离不开这个轮回永远都跑得再远，修得再好，还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没办法脱离，没办法脱离所以一定要这个修好思前行。那么思前行当中我们这个前面的3个讲完了，我们今天就讲今天就讲这个因果不虚。那么因果不虚因果不虚有它的理论，然后也有它的实际的这个修法。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实际的修法，但是这个实际的修法之前呢，还要给大家简单的要介绍一下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学因果学说。那这个因果学说，我们前几天刚刚讲过了这个缘起刚刚这个讲过了这个缘起佛说道干经。那佛说道干经讲了这个外因缘、内因缘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外因缘当中呢，讲的都是因果讲的都是因果，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希望大家我们这个禅修班的这个学员也要这个再一次的就好好学一下这个佛说道干经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曾经也讲过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因果这方面的一些一些理论也解答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疑问这些网络上都有的书上也有一部分视频里面有，音频里面有，希望大家也要这个参考。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虽然是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最后还是这个因果和轮回这两个的关还没有过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说服自己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如果这个轮回和这个因果都没有搞明白的话。那么这个修法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特别的重要。那首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因果佛教是佛教认为外面的这个大自然还有我们的内在的这个我们今生内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上的变化还有我们的一生当中人生当中的这个幸福、快乐等等还有这个痛苦、不快乐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因果的这个就在一个因果的网络当中循环，就在一个因果当中循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外在的。外在的因果、大自然的这个变化，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是不以为人的意志所专一那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它有一个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它有它的这个规律然后呢？我们的内在的这个今生，它也有它的这个规律。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当中的所发生的一切，它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我们，所以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呢，他们就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这原因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这个规律我们就很多人尤其是这个没有学佛的人都觉得我们是外面的大自然的这个变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个规律，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规律很多的变化。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客观存在的因素导致的变化，然后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解释的这样子的事情一些很特殊的很奇妙的很这样子的这个奇迹这样子发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永远都是用两个字来解释这个就是巧合。认为是巧合，但是这些都是真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解释吗？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是巧合吗？除了巧合以外，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排除其他的原因吗？这些都不能都没有，我们没有，都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就是习惯性的会说这是巧合，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用我们的这些常规的方法解释不了的事情很多事情很多时候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生，或者是身边的人的生活当中发生经常都有的，那么。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让我们就很简单的就这两个字来决定解决，就是巧合但是这个是不是巧合，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进一步的去学习，
进一步的去研究啊，这样子以后呢才知道啊，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去研究，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巧合啊。但是呢，我们除了这个词以外，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词汇，所以我们说这是巧合啊。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啊，实际上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国曲，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就是这个为这个太阳绕啊，然后呢月球就是这在我们的地球的周围，在这个它的轨道上运行。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过去大家都是认为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啊，我们的地球有万有引力啊，太阳有这样子的引力啊，就是因为这个引力然后就是月球就是在这个地球的轨道上转啊，然后它也不会靠近这个地球，它也不会落到地球上啊，它也不会离开地球远走啊，它永远都在这个轨道上转动。然后呢，我们的其他的这些行星都是这样子，只是万有引力。但是万有引力它真正的它的这个力量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啊。那么后来就是发现除了这个万有引力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暗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后来才发现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这么几百年大家都认为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引力每一个星球它有引力就是这个万有引力但是呢，万有引力光是这个来解释的话，就是解释不同后来就是发现了，原来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暗物质。那么暗物质暗能量，它们两个在整个这个宇宙的全部的物质当中就已经占了96%。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物质包括我们就是在这个山上有看到的这个夜空就天晚上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星星全部加起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加起来，那也不到宇宙的不到10%所有物质那么还有一个不看不到的这个物质，这个宇宙的结构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物质那么它们也在这个起这个作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地球的这个自转公转，然后呢这些行星的这些转动跟这些物质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宇宙当中确实是有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物质看不见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呢也在起作用发挥作用，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因果的解释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能够这个用客观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原因解释的同，就会说这个是客观原因如果解释不同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巧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没有更好的这个解释但是呢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当然是有客观的因素了那么除了这个客观的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所讲的这个客观的因素再加上这个巧合这两个确实是没办法解释我们的人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个巧合，它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它就有一个规律
啊，它就有个规律。如果是巧合的话，那么一个人、两个人，的生活当中才是这样子，不可能成千上万个人都是这样子。如果是成千上万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不是巧合，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规律，有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些愚昧的想法，非常有知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些想法这些想法很多，实际上就是最早、最早、最早期的、最低级的一些想法最低级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看得到的这些，我们看得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物质的这个因果以外，我们以为没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因果但是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知的想法。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像这个星球的转动是万有引力，没有其他的解释一样这些都是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原因也在，但是当时还没有发现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愚钝，就是看不到什么东西，是这个很看不到一些很深奥的东西了解不到很深奥的东西。我们的感官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表面的现象。表面的现象，那么我们的感官看不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医师他也没办法知道他的所有的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他的这些观点都是来自于是我们的感官给他提供的然后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对世界的了解80%。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视觉而不是听觉、嗅觉、触觉，是来自于我们的视觉。然后我们的视觉它是漏洞百出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觉它有很多的这个错觉。那么一个这样子的有这么多的错觉的东西提供的这个信息到底有多可靠？没有什么可靠，没有什么可信度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感官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去否定的话，那么这个自然就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做法非常幼稚的想法，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东西，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很神奇的东西至少我们的这个常理是没有办法解释，至少我们的这客观的因素是没有办法解释而且这不是一个人两个，很多人的身上都会发生的这样子的事情似乎就看起来有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果说是巧合这两个字，巧合这两个字，没有能力去揭示它没有能力去揭示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寻找其他的答案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因素，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客观因素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去了要需要去了解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细微的这个因果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我们的耳朵听不到的但是呢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智慧能够发掘到它有一些智慧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当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已提升了以后被提升了以后呢，我们的意识也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存在，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意识没有被提升的时候呢，
我们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这个因和果啊，很多时候解释不了啊，有些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就是习惯性的啊，就是说巧合。但巧合这两个字我们自己也不相信啊，没办法相信这个到底是不是巧合，我们也说不清楚啊。但是目前啊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词来表达，我们就只能说巧合啊。实际上啊不是啊，它有一个规律啊，巧合是没有规律的。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啊，就是佛教啊这样的因果啊，佛教这样的因果啊，任何一个因和任何一个果啊，它我们前几天这个学过的这个《道干经》啊，这个里面就讲过了，因和果啊是相识的啊，相识的。俗话说的啊，这个种瓜啊得瓜啊，然后就是种豆。就得豆啊，这两个啊，种瓜啊不会啊得豆啊，种豆不会得瓜。那么这个啊，因和果啊，它是相识的，它是相识的啊。那么这个相识啊，如果我们这个规律啊，这个规律接受了以后呢，然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就这个规律了。啊，就这个规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也是天经地理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啊，这里面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我们万事万物啊，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在一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它的所有这些所有的事物的变化，它的发展啊。都在他的因和果啊，决定啊，因和果决定他的因啊，就决定他的果的这个趋向，他的果的发展啊。那么万事万物啊都这样子，万事万物都这样子的话，那么唯独啊这个善和恶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子啊。就是犯法就有法律的这个惩罚啊，当然这个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但是除了这个人为的以外呢，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律啊，不是人为的一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就是，如果我们去做了啊坏事，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不好的报应。做了好事就有一个好报。啊，那它不是人为的，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么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啊，合理的，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啊。当然，如果我说我不相信，当然可以了。这个相信和不相信，它是个人的事情，这个我们也不能强加谁也一定要去相信。但是如果说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如果你要因为你不相信，所以要否定这个啊。这是没有说服你，不相信是你自己的主观意识的一个啊，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不相信，所以要否定啊，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不相信，所以这个不成立，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道理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看看啊，有没有一个理由啊，有没有一个理由。来证明啊这个因果的存在啊，因果的存在。大体上来讲我们刚才讲过了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我们已经接受了啊，已经接受了这个大自然的所有的规律都是这样子啊。那么所有的规律啊，既然所有的规律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善和恶也是这样子啊。善和恶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们说其他的所有都是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规律因和果是相识的啊，唯一就是善和恶就不是，它没有这个规律。那这样子我们也要一定要拿出证据才可以啊，但是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没有什么理由。那这样子的话啊，这个就
不能成立的。所以大体上我们这个就能够接受了，已经接受了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面呢，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它是不是因果关系？它是不是善恶的这个报应那么这个我们就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我们要否定它不，它是这个这个善恶的因果。也否定不了。如果要肯定的话，那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肯定就是停留在这样子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智慧，更高的智慧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是就没办法肯定，也没办法否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更高的智慧那这个更高的这个智慧呢？佛的智慧佛的智慧，还有一个除了佛以外稍微有一点神通有点神通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这个人这一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下意识他又变成什么样子有神通有神通的人也能够看得出来。那佛的智慧当然是这个神通广大，广大无边，他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也没有佛的智慧，也没有这个世间的这个神通我们这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呢，那我们自己要去看是没办法了，我们只能就看有这样子的神通，有这样子的智慧的人看他们怎么讲比如说我们这一本书这一本书，我们看来这本书这张桌子这张桌子就是一个静止的物体我们看不到它的运动，看不到它的运动，但是呢，那显微镜下面呢，那么说它是运动的它是运动的这里没有一个静止的物体，它是运动的那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也看不到这张桌子是运动的，然后我们也没有显微镜没有显微镜，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要听有显微镜的人通过显微镜看过这张桌子这张物体的那些人怎么说，我们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了那么我们就只能相信他们他们有这样，因为他们有显微镜他们通过显微镜看过了我们没有显微镜，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看他们怎么说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这样子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个因果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呢，我们自己去看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呢，我们推理的话可以推得出来的因为这个大的这个宇宙这个宇宙的整个的宇宙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因和果的关系而且这个因和果是相识的就是像这个中卦、德卦、中都、兜兜这样子那么这个成立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因果也是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心识逻辑学心识逻辑学里面呢就有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就是结论这不就是三个吗？我们的宇宙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因果当中因果当中发展，然后而且这个因和果是相识的都是这样，这个整个的宇宙都是这样子，这叫做大前提大前提。然后呢，我们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善和恶善和恶也不例外。也不例外，因为它也是一个大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它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也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小前提。然后最终的结论那么
成立了，它也是啊，善应该有善报，恶应该有恶报啊。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什么善的果报和什么恶的果报，我们的眼睛没有看。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推理啊，推理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应该是这样子啊，就这样，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也就是大体上啊，只能说大体上，嗯。大体上我们可以推理啊，这个因和果是真实的存在的，符合逻辑的啊，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个自己去亲身经历啊，要看到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智慧提升了以后呢啊，那个时候就不是啊，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推理，而且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啊，这样子这叫做这个因果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就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啊，一个意外的事情，那么这个啊这个事情它有可能就是有两个啊两个这个因和缘啊，一个是金银和金缘，金缘也是当下的银和缘啊，当下的银和缘，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客观的这个因素啊，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呢，它有可能有一个缘的啊因和缘啊，缘的因和缘是什么呢？是上一世再上一世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啊就是做了一些事情。啊，做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做的这个事情，今天就导致了啊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啊，导致了这个结果啊。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这个气象学啊，上面有一个蝴蝶效应啊，就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有一场龙卷风啊，有一场龙卷风啊，这么大一个龙卷风，有可能是两周之前啊，两个星期之前啊，有一个蝴蝶它把它的翅膀啊扇动了几次啊，有可能是这个它的翅膀啊扇动了以后呢，在它的这个空气，它的身边的这个空气产生了变化，然后这个变化再大再大再大，就是最后导致了今天的这个龙卷风啊，龙卷风。那么这个龙卷风的源头有可能是一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啊，这叫做蝴蝶效应。嗯，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看起来就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客观的什么因素啊，但是呢，实际上除了这个客观的因素以外，它还有一个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因素啊。我曾经就是我自己就做过一个可以导致这样子的事，今天的这个结果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有这样子的结果啊。比如说我们啊，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生的啊两个啊，比如说双胞胎啊，他的所有的这个客观的因素条件啊，他接受的这个教育啊，然后家庭的背景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一样啊，全部都是一样，嗯，但是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命运啊不一定是一样的，嗯，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那这个里面啊，我们如果说是我们习惯性的这种做法，这个巧合啊，这个时候就不一定啊，不一定用得上。如果是巧合的话，那么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说是巧合，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命运的啊。那么这些人是为什么呢啊，他父亲母亲他接受的文化啊，然后就是这个所有的家庭背景还有所有的客观条件都是一样，为什么命运就不一样啊，为什么这个人生的遭遇就不一样啊。如果人生当中的一切都是以这个我们的现在看得到的这个因素决定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的人生的待遇啊，命运
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不一样是现世啊。那么这个现世我们现在要去揭示，怎么揭示？没有办法揭示，我们只能说巧合啊。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东西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啊，就为了达到某一种啊目标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就是努力了，奋斗了啊，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这个奋斗，按理来说，他的所有的这些客观的条件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啊，但是不成功。啊，那是为什么啊？然后我们又会说这个也是巧合啊、然后有些人呢，那、他没有怎么，他这一生当中就没有那么怎么去奋斗过啊，也没有怎么努力过啊。但是呢，他成功了啊，他成功了，他的这个他现在当下他现在的这个这么一点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条件啊，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奋斗根本就不足以啊，就有这么大的这个成果啊，但是他有啊，那这个怎么解释？我们又会说这也是巧合，但是这些很多的这个事情啊等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事情，是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因缘啊，就在这个当中啊，还有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思考啊，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人的啊，这个身边的人的生活当中啊，去思考的话，我们会每一个人都会找到啊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啊。那么这个就说明出了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客观的因素达不到的还有一个啊，或者是更有理的啊，更有利的因果就在里面。所以现在的客观的条件就是都具备了，但是呢结果啊就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因为它还有一个更有利的啊因果在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在。所以呢这个因果就不让这个啊客观的条件再成熟再怎么样，不让它发挥作用，不让它成功啊，不让它有这个结果。这样子的事情啊很多的。所以我们这个宇宙没有那么简单，没有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那么的简单啊。然后我们的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啊，也是没有这个我们的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就是有很多我们看见的，也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靠我们的这个感官啊，仅仅是靠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我们以为可以了解到这个世界，那这个真的是太幼稚的想法了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感官真的看不到，他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假的，根本不是这样子啊！他没有看到的很多东西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很多东西他都没有看到啊！现在啊，其实佛教里面很早就讲了啊，那么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了以后呢，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啊，我们的感官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啊，让我们越来越不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啊。那这样子的年代，如果我们还说啊我没有看到的都不存在这样子的话，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话啊，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幼稚的想法。所以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啊。我们刚才讲的暗物质、暗能量啊，已经占了这个宇宙的总的物质的95%、96%啊，我们看到的只有5%或者4.9%这样子啊，其他的都是存在，但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就没有资格说
我们的感官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再也没有资格去说这样子的话啊。只是大体想讲啊，因果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接下来啊，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讲啊，那比如说有些坏人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啊，但是他一生啊都是过得好好的啊，没有看到有什么这个报应啊。那这个是不是说明因果不存在啊？然后呢，有些好人啊，他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啊，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好报啊。那么这个就是是不是啊？这个因果，这个是不是说明因果不存在啊？还有就是说，我自己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啊，帮助了很多人等等啊，但是呢，我这个。没有啊，发现我这个做了这些工作以后呢，啊，更加的顺利啊，过得更加的好啊，没有发现，没有发生什么，那这个就是是不是啊因果不存在啊？那这些都是不对的啊。我们要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因果是什么样子啊。大自然的因果，比如说种水果啊，那么两年三年以后才能够吃。啊，然后呢，种一些粮食，就五个月、六个月以后可以吃啊。然后有些蔬菜呢，可能是半个月、一个月以后才可以吃啊。这些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啊因果的规律，它早成熟、晚成熟这个时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不是啊，今天种就今天种地，明天吃啊，今天种地，明天收啊，没有今天种，今天收。也没有今天就两三天就可以啊收，那没有这样子，这个都有，凡是这些因果的东西呢啊，都是有一个时间，而且这个时间也是不一定的。还有我们基本上我们啊每一年啊的我们的上半年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吃的米啊。基本上我们上半年吃的米都是去年的啊，去年种的，不是今年的米啊，是去年的。然后我们今年啊种的上半年这个种的米啊，然后九月份十月份收了以后呢啊，就是我们下半年或者是明年才可以吃啊，我们不是现在啊种，就是这个月种就下个月吃，没有这样子的。现在种的啊，我们只有明年或者下半年啊吃啊熟啊，这个都不是这样子吗？粮食都不是这样子吗？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因果都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我们人啊过得好或者过得不好啊，这个因果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做的，这是我们上一世再上一世。做的这个善和恶的报应啊，今天我们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啊，工作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啊，当然我们不会把全部的顺利和不顺利、健康和不健康用善恶因果来解释，这样子是不对的。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跟善恶有关系呢？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也有很多是跟我们的前世的善和因啊，善和恶没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事情也是有的啊，这样的事情也有啊，不是说全部都是以这个善恶的因果，但是呢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过得好与不好啊，这些如果跟这个善恶因果有关系的话，那这个善恶不是我们这一世造的善恶，就是上一世再上一世。佛教里面啊就讲四业啊，这个造业的业，你们可以到百度里面去搜一下，佛教大辞典里面去搜一下四业是什么啊，四种业啊，四种业，四种业，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现世受啊，现世顺现生法受啊，在佛教里面，佛教的术语就是这样子，前面都要加一个顺啊，这个顺许的顺，那顺先生啊，顺后生啊，顺次生
这样子，这佛教的术语啊，我们简单的讲的话，就是现世手、来世手啊、以后手啊，然后不顶手啊，这样子四个不同的这个耶啊，现世手耶啊，有一些耶就是现世手啊，这一生早，这一生手，这个就是长得比较快的这些蔬菜啊一样。啊，极昼就可以守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这叫做这个现世宝，一般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罪过，或者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山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比如说上半辈子做了，下半辈子就可以受这个果报啊，这叫做现生啊，顺现生法啊，现法生受。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这一生当中可以守的啊，这一生当中去找，这一生当中守，叫做这个现啊现实或者是先生啊守的业。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啊，就此生啊，就是下一生守啊，下一生守的这个，这也是来生啊。守，他一定会来生守，他不会这一生守，他也不会第三世以后守，他一定会来世啊守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罪恶当中呢，就像无无间罪的话，那么他也不会现世报啊，他也不会第三、第四、第五，他一定会来世啊，就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他是。造了这个无无间罪那么严重的这个罪过啊，无无间罪啊，这佛教里面是很严重的罪过了，但是呢他这一生当中他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啊，他不会因为他造了这个无无间罪所以他这一生过得不好啊，因为这个无无间罪虽然是非常严重的罪过，但是他是来世报，他不是现世报啊，所以呢造了无无间罪的人，有可能他这一生当中是一健康发财顺利啊，什么事都没有出现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人他上一世啊造了这个啊造了善事啊，做了一些善啊善的法啊，造了善业，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现在今天他的健康、他的这个发财啊、他的这个顺利啊，这跟我们现在这一生找的这个无无间罪没有关系的，它就跟上一世的有关系啊，所以他有可能他这一生当中什么都不出，什么都不出现啊，就是一生当中过得好好的啊，但是呢下一世啊就会有这个果报啊，那这叫做这个来世啊受的业。然后顺后守业啊，后就是第三世以后啊，他也不会这一世守啊，他也不会第二世，就是下一世守，然后呢下下一世，就是第三世以后的，就未来的某一个啊这个时，他就会受这个果报啊，那这个叫做后守业，后守业就是第三世以后啊，就会有果报啊，但是不会这一生当中不会有的，然后下一世也不会有的，第三世以后才有的，啊，那也就几百年以后才会有的啊。然后就是不丁也啊，不丁受也啊，不丁受也，不丁受就是说他这个啊也啊不一定啊不一定有。不一定能够受他的果报，因为这个果报很小啊，如果在这个未来他如果就遇到什么其他的原因的话，有可能啊这个就因为他本来这个果报就很小，所以就有可能啊就没不保啊，有可能不保。那不保的话，这个是不是因果不虚，那这个是不是矛盾呢？也不是啊，因为他不保呢也有不保的原因啊，他也不是没有理由就不保，他有不保的原因。那其他的这些这个果报呢啊，其他的善恶这些果报，因为他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比较大啊，就是比较这个他的因就比较强大，能力比较强大，他一般都是不会不保的啊，所以叫做
所以不叫这个布丁啊，后面叫布丁。那这个锅就是有这样子的四种果啊，四种果。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好人啊，没有什么这个好报，这个根本就说明说就说这个证明不了什么。然后呢，这个坏人，比如说这一生当中，他没有遇到任何的任何的这个恶报那这也就不能说明他的这个因果他的因果不存在，不能说明他的因果不存在。我们看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是什么样子大自然的规律跟我们的因果的规律是一样的，因为因果的规律也是。那我们刚才讲过，也是大自然规律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它的这个关系都是这样子我们佛经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故事以前有些人确实是有神通而且这个神通呢，就是比较他的神通是比较厉害的。那么这种人，去观察，比如说这一生当中某一个有些人造了很多很多的罪过罪过，然后呢，他看他下意识去哪里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下意识也没有报应下意识他还是过得好好的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因果确实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他这一生当中呢，他造了那么多的业，他下意识如果有因果的话，他下意识就应该有这个报应呢？没有什么报应呢？那就他觉得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因果没有因果，没有善恶因果，这些一些这个我们世间的我们实践的世俗的一些不是很光达的这个神通，他虽然是神通，但是他看到的毕竟是非常有局限性局限性，他只看到了这一生当中他造业了，然后呢，下一世呢，他也没有受了什么果报他还是好好的，他就觉得这个因果不存在但是再下一世，因为他的神通没有那么广大，所以呢，他的很未来的很远的这些国宝呢，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就看到，反正他看到的这个范围当中呢，没有看到他的什么国宝。这样子以后呢，他觉得这个因果是不对的连有神通的人都是这样子除了佛的神通是光达的神通、无限的神通才能够看得出来。今天的一个那么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种子它永远都不会它永远都不会这个中间它不会无因无缘这个不发挥作用，它总有一天会成熟的那它什么时候成熟这个佛的神通才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世俗的有神通的人也看不出来的，有些时候这样子。所以这个因果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善的种子也有很多很多的恶的种子然后这些善和恶的工作这个种子呢，有顺序的去这个成熟那成熟的时候呢，一个善的种子成熟的时候呢，他这一生过得好好的，但是呢，他成熟了他在享受上一世的这个果报，但是他现在呢，正在播下下一世的这个一个不好的这个种子，他就播下了一个不好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还没有发芽，还没有结果。还没有，只是播下了一个种子而已。它现在已经开花结果的这个呢，是上一世、再上一世、再上一世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个因果是没有那么简单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今天就做了一个什么好事，然后明天、后天遇到了什么挫折，然后就想不通，就觉得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善恶因果，根本就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树木春光，我们能够看得到什么呢就是就看到这么几年，然后这个当中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好的报应和不好的报应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说没有报应
这个是不对的啊。轮回啊，轮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啊。然后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是我们播下去的这个种子呢，也就是有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粮，那么这些粮都这些这个种子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它会一步一步的会成熟啊。那么它先成熟什么，后成熟什么呢？也有一个规律啊。这个我们得去学这个俱舍论啊，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比如说同样的两个这个。罪业或者是善法，同样的两个，那么我们做了两个同样的这个事情以后呢，这两个当中呢，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后成熟呢？做的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造了同样的罪，或者是这个做了同样的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他长期做的，比如说他是长期杀生的长期杀生的就比如说在屠宰场的这个屠宰车间里面这个工作的，比如说长期杀生的，那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杀业很重的他同时这个杀生和投盗，他做了两个同样的这个这个罪过，但是呢，首先是这个成熟的是哪一个呢？他经常做的这个罪过，他会先成熟的。如果他的头刀，他经常也偷东西也杀生，两个都是长期做的话那么这个当中呢，哪一个先成熟呢？比如说他更执着，更加的执着哪一件事情比如说他特别的在乎特别的喜欢偷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这个头脑的这个果报就会先成熟的，会先成熟，等等就是有这样子的规律。它因果是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后成熟是有规律的。这跟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我们的阿赖耶识，这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我们的这个精神我们的最基本、最最最基本的这个精神精神最基础的精神，那也就是我们人的心就是人的意识的最低层，最低层也是最基本的意识。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这个能量，比如说我们升起了然后就是有强大的欲望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就是比如说我升起了，然后等一下不升起了以后呢，我们认为结束了，没有什么了。但是不是表面的这个东西结束了，但是呢，它产生了以后呢，它把一个能量放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意识的最最最最最这个底层的这当中，它消失了它消失了，但是呢，它把能量储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储存在这个意识当中。比如说我们用电脑输入什么东西然后呢保存了，我们把显示器关了在这个显示器上面呢消失了，这东西消失了，这个文件图片我们看不到，这画面看不到但是呢，现在它已经在它的硬盘里面。它的硬盘里面，这显示器上面是看不到的关掉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它在硬盘里面有的同样的，比如说我们生气了打人骂人结束了以后就看不到这个东西，这个行为已经消失了，就不存在。我们以为这个消失结束了但是它还没有结束，它这个表面的这个行为结束了，但是它。有一个能量就有一个种子，有一个能量，就储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的阿赖耶识
就像一个电脑的银盘一模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善和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种子呢，就像这个银盘上面的数据啊，银盘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一样。现在就播下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自己消失了，但是呢，它把一个能量就储存在这个里面啊。同样的，我们去行善啊，今天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帮助人、帮助众生啊等等。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呢，我表面上看啊，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帮助人了啊，自己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就结束了啊。表面上看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呢，它同样也就有一个能量它自己消失了，但是它把一个能量就储存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每一天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善恶，每一个它都消失的时候，都给我们储存了一个，它自己类似于它自己的一个东西就储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是有成千上万的这样子的这个种子能量，有成千上万的善恶的能量。那么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能量呢，它就一个一个的会成熟的成熟呢也不是也不是没有规律，它有规律。我们刚才讲的，它有规律，有顺序就按照这个次第有次第有序的就会出这个成熟的。那么成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出现幸福呀，不幸福呀。那幸福的时候就瞬间就不幸福呀，不幸福的时候瞬间就幸福呀等等这些事情它的原因，这个叫做原因我们并不是说这个生活当中的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善恶因果，不需要这个客观因素并不是这么讲客观因素也需要这个另外一个原因也需要，这两个加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脑，它需要一个它的硬件然后就需要一个软件，硬件和软件都需要才能都有才能够完成它的工作然后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手机，它有这个硬件然后呢，它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东西以外，机器以外呢，也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无线电波然后看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两个因缘合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话可以传给对方，对方的话可以传到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子接完成的这个宇宙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比如说月亮绕这个地球，地球和月亮去绕这个太阳，也是一个看不见的这些天体看不见的它的万有引力，还有它的暗物质这么东西加在一起以后呢，然后它可以这样子长年累月几百年几千年都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一个很小变化以外没有太大变化，几万年都是它可以这样子转同样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除了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规律看得见的这个客观的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因缘这两个加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些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我们根本就控制不了的东西根本就控制不了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按常理来讲的话，就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些事情，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那么这些原因就是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的客观的因素，当下的因素，还有一个根源的因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两个
精英和元英加在一起，然后啊就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个叫做因果，这个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啊，不管是科学也好，哲学也好，任何一个学说没办法否定，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啊。我们前几天学这个《道干经》的时候呢，里面啊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常在。”啊，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自然的规律永远都是存在的。啊，法性常在就是这个啊，法性就是啊。一切法的本心啊，万事万物的规律啊，自然的规律，跟释迦牟尼佛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嗯，释迦牟尼佛出现了，也是这样子；不出现也就这样子。这个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啊，所以佛教不会说啊，这个大自然是佛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呀，啊，这个因果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创造的呀，或者是另外一个神这个万能的神在主宰呀，啊，佛教不会这样子说，佛教认为万事万物的变化就是由他自己的变化啊，他自己的这个因素，这就是像这个自然科学是一样啊，但是呢，里面有一个自然科学目前还没有证实的一些其他的比较深奥的东西以外，都是一样啊，这个就是这样，这叫做。因果啊，这叫做这个因果不续，永远都是不错乱的啊，永远都是不续的啊，这个叫做因果啊，因果这个不续。首先我们推理的时候，大家想想啊，我们的万事万物的这个因果都是这样，它的因跟它的果哦，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相识的关系，相识啊。就是我们一个植物的话，那么它植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然后呢，动物的生有亲终生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子，鸡生鸡，狗生狗啊，那也是这样子，嗯，都是一个这样子，这个因和果啊，都是一个相识的东西。所以呢，闪的啊，这个果报就是山啊。恶的果报就是恶啊，就是这样。善的果报永远都不会是恶，恶的果报也不会是善啊。所以这个善恶的因果其实是不是啊？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这本来就是我们种个地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因为这个种地的人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去种地啊。啊，这一样的道理，很简单的。嗯，所以但是如果说很简单呢，如果我们深入的去了解，那么其当然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的感官是根本没办法知道的啊，除了有神通啊，而且有像佛的这样子的神通，广大的神通才能够知道啊，一般的神通都没办法知道的啊，这样子因果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啊学佛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是轮回啊，人到底有没有这个丑时来时，那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静下心来研究去思考啊，思考啊，光是我们的能力去研究我觉得有点难啊，但是呢现在已经有太多太多这个科学家啊，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人啊，他们去研究的这些书籍啊，已经有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啊去思考，啊，可以去思考，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一定要搞明白啊，要确定啊，人有来世就有来世，没有来世就没有来世，这个一定要确定，这个不能模糊啊，这个模糊了以后呢，我们啊就是没办法走下去，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到底这个善有没有善报，恶有没有恶报啊，有或者没有，这个必须要确定啊，这个不能模糊，这个一定要确定，嗯，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啊学习啊佛教的这个人生观啊世界观啊，这样子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些佛教的更深入的东西啊，这个很重要，嗯。
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的人有没有来世，善恶有没有这个果报啊，这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啊也是息息相关啊，跟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啊，我们的幸福感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为人处事啊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伦理道德这个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关系，跟我们的家庭有关系，跟这个社会也有关系的啊，这些观念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到底有和没有，这个必须要这个。确定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一定有，也不说一定没有。首先，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思维的方式啊，思维的方式，然后思考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啊这些思维的方式啊，或者是通过这些数据，然后自己去思考。啊，自己去思考，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要建立一个某一个观念的话，这个外人是没有办法帮助的啊，只能给你提供一些这个推理的一些方法啊，还有就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推理用到一推理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些数据啊，数据可以提供给你，然后最终啊。你认为这个有还是没有？这个我们佛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了啊！佛也不会，你一定去想啊，这是对的，你一定去想这是错的，佛也不会这样子说，说了我们也不一定这么去想啊。所以这个是谁也帮不了的啊，谁也帮不了的。教育可以洗脑啊，但是这些都是短暂临时的啊，洗脑可以洗脑的，但是这个洗脑实际上是临时的啊，是临时的，没有一个是永恒的可以洗脑的，这个不成功的，所有的这个洗脑的成功啊，都是一个短时期之内啊，也许啊，很多人这么讲了，也许我也接受了啊。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我静下心来一思考的话，就不管别人怎么说啊，我们每一个，因为人啊，他就是有这个优点啊，我自己可以去，找很多的数据，找很多的理由，然后我通过这个方式去推理，推理了以后呢，然后我可以怀疑这个啊，就是之前啊，就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啊，一辈子或者半辈子，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洗脑。我立即就可以否定啊，否定掉，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去要这么去想，这么不要这么去想，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的啊，就只能给大家一个这个思考的方法、思维的方法，然后呢，大家去思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讲了，哦，佛教也讲闻思修啊，闻我们先去听啊，听完了以后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到了一些思考的方式、思维的方式，然后呢，我们也就找到了一些推理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些数据或者是证据，然后通过这个证据、通过这个数据，然后最后去推理那么结论接受还是不接受，还是自己决定啊。决定，外人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啊，外人没有办法决定啊。比如说我们儿子的这个观点啊，父亲没办法决定的啊。然后呢父母的观点，儿女他也没办法决定的啊，没有办法决定的。真正的意义上是没有办法决定。当然了，父母的这个影响啊，就儿女受到父母的影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某一些这个观念啊，这个当然是有了啊，但是这个观念真正的要变成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啊，观点和他的见解啊，见解啊，这样子的话，那必须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思考啊，外人是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制定某一个观点和什么没办法给我们建立什么，只要自己去建立，这样子的。这是我们今天
讲这个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实际的修法之前啊，我想大家要了解这么一点啊，这一点是大家首先要了解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直接给大家讲这个善恶因果的话啊，我们可能还有点难啊，这个中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去大家去思考一下思考了以后呢，再进一步的去这个，就修这个，再进一步的去进入这个实修的，这个实修的阶段的话，那么我想这样子是比较合理的要不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本还不知道这个因果的时候，就让大家去实修，就有点难所以我们今天先讲这一堂课，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就继续讲就1周2周这样子以后，然后我们就会继续讲这个死前心里面的这个因果不虚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这样子在这个之前大家思考一下。大家思考一下，到底这个因果是什么样子对还是不对能够接受还是不能接受这是我今天讲的还有就是这个之前也讲过，关于这方面讲过一些因为我们自己要去找很多的资料，然后呢看很多书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不多了，可能是。短期之内要找这么多的这个资料的话，有点难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去思考那么以后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读一些佛经读一些佛经但是要告诉大家，佛经里面讲的这个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是不是这个书诗呢？也不是佛经里面也不符合。实际的这样子的说法是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不聊疑不聊疑。佛，释迦牟尼佛是故意这么讲的，故意这么讲的，因为2500年前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在印度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的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直接说了实际上是这样子，但是呢，人们不会接受的不会接受，所以呢，佛就用了一个善巧的方法，先让大家理解然后呢，进一步的就一步一步的去这个引导这个佛就想了一个这样子的办法。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真实的东西要告诉真相，告诉大家的话，那有一部分人是一定会很高兴的，一下子就接受了。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从此以后，他从来都不会去不会去听不会去学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起到这样子的作用所以呢，佛就是小心翼翼的怎么样把这些人逐渐逐渐的引导这个解脱的道路上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话，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有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什么是符合的，什么是不符合的呢？那么佛经里面就有标准有这个衡量的标准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互动交流。纸条交给那边。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网络问题。大成就者可以自主生死，选择转世或者不转世，是否是因为大成就者通过修行改变了随业力流转生死的因果，而成为生死因果的主人？修行到证悟空性，是不是就可以不受往昔的业力？是不是就可以脱离生死轮回了？不是。真悟空性的，比如说真悟了义谛真悟了义谛的话，那么他从此以后就不会造新的这个业但是呢，过去已经造的这些业还是会受到影响的真悟了以后还是要受到这个影响。前面的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呀？
重点是说大成就者可以自主生死，他是不是可以选择转世或者不转世、是否是因为他通过修行改变了随业力？是的是的是的，修行好的人、一般这个大乘净庄严论啊、这部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我们一般的人啊、投生啊、是业力啊、善恶的业力投生，嗯，然后呢菩萨呢啊、他是用原理啊、因为他没有业力了，所以他是用原理啊、发愿啊、原理投生。那原理投生的话，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呢，是因为是我们下意识投生到什么地方啊，这个不是以我们的心缘来决定，而是我们的业力来决定，所以我们是没有自由的，下意识要去什么地方就不清楚了啊。然后菩萨的话，那么他是以他的原理啊，发愿的原理来决定他的投生啊，投生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他会发愿啊，终生啊需要他的是他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啊，什么地方他可以帮助到人啊，帮助到终生啊，他就投生到这个地方。嗯，所以这就是这个原理啊决定。所以这个修心修的比较比较好的人啊，境界比较高的人呢，那他投生就是原理来决定啊，投生或者不投生啊，都是他可以自己可以决定。嗯，还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同性恋的因果是什么？什么原因这一生会是同性恋？五戒里面同性恋属于邪淫吗？为什么如果犯戒，为什么还有其他大德帮同性恋举行婚礼？同性恋的有，也不能说同性恋的全部啊，同性恋的有些行为是属于佛教这样的邪淫啊。那么邪淫就有什么样的这果报，这个我们下一次要讲，这书里面如果提前要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看这本书啊，大圆满的潜心啊，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邪淫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一个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等等，这些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同性恋的有一部分的行为是这个属于邪淫，嗯，属于邪淫啊，所以这个是有果报的。但是除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邪淫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行为以外的话呢，那同性恋他也不一定是，也不一定是罪过啊。那他们为什么要跟同性恋的人这个婚姻主持这个婚姻？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了，对。嗯，这是一个现场问题。顶礼上师，请问修四前行合格的标准是什么？弟子怎么判断是否可以修下一个法？还有一个呢，我想的话，在西方的话，如果是佛教完全否定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合理性的话，那还是有问题的。好，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请问修四前行合格的标准是什么？啊，标准是有出离心，有出离心。还是现场问题，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有近因和远因，那其中哪一个对导致事件发生的作用或者是影响更大呢？哦，这个要看，比如说他的经营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话，经营的力量大，现实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些这个事情成功的这个率，成功现客观的角度看，这个事情的成功率比较高，但是有些时候不成功，那这样子的话，这就说明他的原因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强大。经营的当下的客观的这个条件的力量就
没有那么大，有点弱。推理的话是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确切的知道他的这些力量的话，这跟我们的感官是很没办法的，只能这样子去推理。现场问题，宾利上师，因果的力量也属于暗能量吗？什么能量？暗能量。暗能量啊，暗能量，不是暗能量和暗物质都是属于物质，属于物质，因果就不属于物质了。因果的能量是不属于物质，因果的能量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如果因为我们看不到它，所以呢，如果因为它看不到，所以我们说它也是暗能量，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名词啊。他还说，如您说的，轮回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那请问上师，是谁在轮回？是阿赖耶识吗？对，我们实际上真正这个从上一世到这一世，这一世到下一世的这个移动的东西，比如说这本书啊，从这张桌子上又放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实际上就是这本书在移动啊。这样子真正的这个移动的呢，不是我们的这个肉体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些情绪也不是，这个情绪有些时候有，有些时候没有，真正移动的上一世，从上一世再下一世，下一世再下一世移动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移动，可以这么说。阿赖耶识呢，就像一个电脑的这个硬盘。我们把一个电脑里面的硬盘取出来，然后又装在另外一个电脑，然后又取出来，有另外一个可以装另外一个电脑一样，实际上这个硬盘在移动啊，同样的，我们的阿赖耶识在移动。现场问题，顶礼上师，弟子请问，升起初步出离心时，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心境？自己有这样，自己比如说啊，就是之前的话，这个没有出离心之前的话，我们做任何事情，包括这个包括做一些功课啊，学佛的这些功课，也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生啊，或者是下一生过得更好啊，这样子就是说明还没有出离心了。那有出离心的时候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啊，就是发自内心的想啊，我不再想这个，不再想轮回了啊，我不再轮回了啊，我一定要解脱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判断，可以判断啊，自己有出离心了，这个就是出离心啊，我要解脱，这就是出离心。这是网络问题。顶礼上师，佛教讲因果不虚，细微之处为佛陀能够彻知。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上呢有许多的预测，比如说唐代的推背图、明代的烧饼歌等等，隐晦而准确地预测了后代重要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过程中任何一环节在历史进程中都在改变。这个宇宙当中，这个大自然当中，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这个因果的关系以外，还有一个细微的这个因果，比如说人的生辰八字跟人的这个一辈子的一些事情，确实有些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关系，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去看风水等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动物、植物的这动植物的变化以外，还有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细微的这个自然的规律，它抓住了以后呢，然后通过这个，它就可以去算。他就算出一些结果，但是这个呢还不属于神通啊，他是通过这个可以算的啊，那这个算就是有一个规律啊，按照这个规律，按照这个方法，
去选的话，如果他的这个基本的信息没有错的话啊，基本的信息没有错，然后他算的方法没有错的话，他确实是可以算出一些一些未来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呢，没有一个是100%的准确的啊，可以算。那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细微的规律啊，这个规律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一个这样子的规律，很多都是这样子。网络问题，顶礼上师，弟子是上海慧灯禅修班的。我们小组共修因果不虚时，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因果和世间法律的关系。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可能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那么在因果上，是不是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感恩上师。因果上不会产生，比如说像堕胎。有些国家的法律合法的，有些是这个非法的，但是呢，佛教的因果上面呢，永远都是非法的啊，因为就是杀生，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的，他不会跟这个世俗的一些制度，所产生变化。这是现场问题，请问上师，通过忏悔，是否自己以前的恶业清净后？以前恶业产生的果报也可以完全不受呢？是，如果我们忏悔的好的话，就是完全可以消除这个罪过的所有的这个果报啊，等于就是这个果报等于就是零。这是现场问题，顶礼上师，我们都常说因果不虚，但很多果都不会在现世成熟。如果有人造作一些恶业，即便果报在下一世成熟，但是两世之间失去了记忆的连续性，这跟换了一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记不住前世造作的因，也不知道下一世会承受的果。因果不虚这个真理，对很多不相信轮回的人，是不是就失去了意义呢？失去意义是肯定不是了，但是呢，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就因为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这个果报的话呢，下一世有这个果报，那就不是说这不就两个人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是下一世这个人他，虽然是比如说他受这个果报，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这么问呢。那这个，我想这个思维的方式。就是有一点点问题啊，这个要这样子理解。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和老的时候啊，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连续啊相续是一样的。那从医学上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器官啊，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全部都会新陈代谢。然后呢，就没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都不是以前的比如说一周之前的根本就已经不存在，现在完全是一个新的这个身体了完全是一个新的身体，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连续的东西，这个连续的东西，我们认为以前的我的肉体到现在我肉体是一个一个人的身体，同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精神，它也是，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每时每一刻每一秒都在发生变化。那么第二秒钟的时候呢，第一秒钟的这个遗失都已经不存在了，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连续这个连续的东西，实际上这个连续是不存在的，是一种错觉。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的，那就变成对跟我们来说，它是显得很正确很真实。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连续的东西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这一世和下一世，比如说。下一世我死了以后，然后投生的时候，我不管是变成一个动物也好变成一个人也好，那这个时候我今天的这个人肯定是不存在了但是呢，下一世的这个人就像我现在的我一样，我那个时候我把我的心就认为他是我他是我，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想想啊，这个就比如说我今天我们的这个幸福也好，快乐也好啊，这是我上一世做的，我上一世做的，上一世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虽然不记得啊，但是呢，上一世的他做的这些事情，我今天要成熟了，要承担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连续这个相续是啊，一个相续啊，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健康的时候和生病的时候的这个身体啊，实际上是身体也好，内在的精神也好，是不一样的，完全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但是呢，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啊，他的相续是一个相续，所以呢，我们健康的时候去买这个医疗保险啊，我生病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就是这样子的道理了。所以这个我想很多人曾经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面呢，我想还是要大家可能也许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要应该去思考一下这个连续相续是一个相续。所以呢，我下意识的时候，不管我变成动物也好，人也好，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相续跟我现在一样，这个时候我一定把它当作是我啊。所以我现在去欣赏我下一世受这个国宝的时候，我一定会相守的，那个时候对我自己有用啊。就像我们去这个年轻的时候去赚钱啊，买这个养老保险啊，然后我老的时候就可以用啊，这一个道理了。这是一个网络问题。顶礼上师，请问素食者可以售卖含有动物油成分的食品吗？可以食用鸡精等调味品吗？我们现在的鸡精都不是鸡肉，就应该是没问题了。这个开玩笑的啊，这个自己不能吃，但是呢，买也就最好不买，但是买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主要是这个不吃啊，素食就是主要是不吃。这是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阿赖耶识存入了种子的因的能量，比如说是电脑的硬盘，那如果把硬盘毁灭了，那还有轮回吗？没有轮回了，硬盘毁灭了以后，就所有的这个数据信息都不存在一样。我们把这个阿赖耶识彻底的毁灭，就是菩萨的视地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了。成佛的时候把全部毁灭了，就不轮回了。还是现场问题，顶礼上师，炫火轮是由于视觉参与而有，那么相由心生，与视觉参与生相是同一个道理吗？同一个什么？同一个理，同一个道理。他问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就说他说炫火轮是因为视觉参与而产生的，那么相由心生。什么是炫火轮啊？对，炫火轮，那个是由视觉参与而产生的。那么他说相由心生，是不是以视觉参与而生相？是同样的道理吗？是的，相由心生，佛教讲的相由心生，想，不仅仅是这个视觉啊，这个我们所有感官看到的整个世界叫做相，要范围比较大一点。现场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弟子受持八关斋戒选的三天，可以改为任意的三天受持吗？若守戒当日参加灌顶时，可以在不贪心的情况下吃一点代表西地的加持品吗？前面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八关斋戒的时候，他说他选三天嘛，一个月选三天，三天哦，他是可不可以选任意的三天？而不是说，这个就是要看这个守戒的时候，如果是守戒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个打算啊，我每个月啊守三天，那么这个三天呢，我自己看，想什么时候守就什么时候守，有这样子的发心的话，可以这样子啊。如果是这个守戒的时候，这个时间已经定了，比如说我十五、初八啊、三十要守啊，然后呢，
下一次守的时候就没有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想法去守的话，那就有点不对。对，还有一个是这个官丁的时候，收八官斋戒的时候是吧？他吃一点代表西地的加持品。嗯，就是只能啊，就是象征性的可以用一点。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就象征性的，就很小很小一块放嘴巴里边。啊，他还代表他说为学院的一个师父，他说他因为生病要吃药，长期吃药的话，如果受八关斋戒，能不能吃药？药可以吃的，可以吃，吃药是吧？对，吃药可以。感恩上师慈悲加。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大家做回向。So num de ye tam jo zo ba nya dum le ni be da na ba je ja ke ga na je wa lo zo ba te bim zo le zo wa zo wa so om om ban zang ge zo ba ma sa de hong om om ban zang ge zo ba maSa da hong Om ah hong Ban zang ra ba ma Sa da hong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